高雄一个国小四年的小男童，爱食甜，佮袂爱运动，身高84公分，体重竟然是70公斤重，而且查甫囡仔下输的迄个宝贝只有短0.5公分长，要放尿真困扰。医生讲，都是食伤甜，才会安尼。摸起来就要这么大。高雄一个国小四年的囡仔，伊的生殖器的大小讲，甲这个土豆差不多。囡仔真困扰，家长就带去予医生看，发现讲伊身高140公分，体重将近70公斤，唔啦，甚至器官细，胆固醇嘛偏高。像三高的这些因素会影响荷尔蒙的制造，结果这个小朋友才10岁半，测起来他的胆固醇竟然高达241。伤大块问题真多，唔啦，影响到男性荷尔蒙分泌，佮可能会较袂断。这个爱啉汤水，要着食煎鸡巴，美国挂包等等这物件有关系。如果甜食摄取过多的话，它脂肪细胞就会比较大。那脂肪细胞一大，然后身体就有一个发炎反应，发炎反应的话就会影响到性荷尔蒙，对，导致它的性发育会受到影响。食食的平衡，青菜水果拢爱食，金龟环马，会使维持饱足感，一礼拜至少要运动3摆，一摆要30分钟。甜的物件、较油的物件，莫食遐济，才袂愈来愈大颗，健康嘛较袂出问题。